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，观世音菩萨每一天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希望我们明白啊，我们拥有大慈悲的心啊，我们不但要现在在这个世界要普发大悲心、大愿心。 而且我们还要超度术士的冤结，啊，术士的冤结。不管什么事情，不想超度，你也要学会超度，你也要学会感恩，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业不是今世就能消掉的，他能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今生不能再去造业。 因为我们前世夙业还没还清，所以任何的事情都要学会一种感恩的心。啊，人还有一种病，那就是内伤啊。你看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，因为别人的不理解，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理解，都会伤害自己的。啊，所以你看很多的疾病。 嫉妒、嗔恨、贪爱、愚痴，都会造成我们内伤。你看看，长期嫉妒的人，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。你经常啊嗔恨别人，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，你的肝和肠就会寸。 所以这一切跟你的身都有关系。所以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想去除自己身体上的内伤，最好就是诸恶莫作。师父告诉大家，不但诸恶莫作，还诸恶莫想，不要去想，然后要众善奉行。 如果身体上有一些病，可以吃些药，但是你的内伤的病，你就是要学会诸恶莫想，众善奉行。嗯、我们人还有一种病，啊，那是外感，外感是什么呢？受到外面的风寒啊、湿患啊、暑啊。 就是说，热呀、啊、冷啊、冷病啊、热病啊，还有风啊、啊寒冷啊，那这些病呢，啊，就是我们说的外面对你的影响。其实这些病你都可以对付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冷了多穿点衣服，热了少穿一点，啊，注意自己保温，啊，保持一定的温度，啊，但是最难的。 就是因为外面的感悟，为外面所说的话，外面给你带来的那些伤心的事情，让你产生了免疫力降低，因为你的嗔怒，因为你接受了那些不好的、那些色情的，啊，我们说啊，吃喝嫖赌，让你学的邪念了。 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，你的思维就开始不正，你的眼睛就不敢看人，你好好的一个孩子就会变得颓废，这就是外感。所以，像这些病应该怎么样来对治？首先，管好自己的六根，控制好自己对应的六层，慢慢的学会吃素、念经。 许愿放生，所以有大病的人，《黄帝内经讲》讲啊，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病了，要杜绝啊邪淫之事。如果这个人要生大病了，或者已经生病了，绝对不能去碰这种邪淫之事和戒杀生，一定要守戒。 因为你不碰，你就是在种善根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以为啊，我守戒了，我没吃荤的啦，我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德，也没什么失啊。其实你失去了是什么？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。你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你结善缘的这个功德。 所以你在自己的八十田中，你种下了善根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去作恶，就会造大业。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，你还去作恶，你就造了大业了啊！所以要避开灾祸，消除业障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。 我们人有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总是想跟别人聊一聊，学佛的人啊，念念经啦，跟佛友之间聊一聊啦，啊，或者呢，想看一些喜剧啦，来调节自己一下内心啦，或者利用自己的啊情绪啊来转换一下。 还有的人就希望跟一些正能量的人多多沟通，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啊，去除自己内心那些悲伤的传染。所以，在心理学上面也讲，人在内心当中根植了一些法喜，比方说想到一些。 未来的帮助别人的事，想到了曾经别人帮助你的事情，你的面部肌肉，你笑一笑，而神经就会向你的大脑传递那种脑电波，那些信息，快乐的信息，让你的心情会有特别好的感觉。 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这样：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忘记自己的烦恼，你会从别人身上得到法喜别人对你的尊敬，会造成你大脑神经的兴奋。当你能够帮助别人，别人感恩你的时候，你非常容易受到他感恩的传染。 和影响，变得让自己非常的幸福，所以能够经常去帮助别人的人，他的内心非常幸福。所以我们说，弥勒佛他帮助了别人，他让别人法喜充满，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啊，我们伟大佛陀的啊，这种佛法的。 传承啊戒律，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，就成为了你内心的一种深层次的正能量，啊！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修行，来改变自我，改变自己内心的那些愚痴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！ 我们学佛要用心啊，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，放下自己过多的贪嗔痴慢疑，这样你才能像花朵一样，在自己内心生出莲花般的正能量，去除内心的负能量。 我们才能走出低谷，迎来美好的明天。好，下面跟大家啊讲一个故事。佛陀有一次回故乡，啊，迦毗罗卫城油画的时候，就是度化众生。 啊，暂时呢住在城南的啊尼拘律树的园中，啊佛陀住在那里。佛陀呢的堂弟摩诃南居士，摩诃南居士，他呢就在这一天呢来礼见佛陀。礼见佛陀就是看见佛陀行礼，然后见佛陀。他对佛陀说。 啊，世尊，现在我们迦毗罗卫城这个地方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而繁华。我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，身旁呢常有狂奔的象啊、马呀，还有横冲直撞的人。那些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，我常在想。 不知哪一天就会被这些啊狂奔的啊动物了或者车了撞死，而死前呢又仓皇的忘失了念佛陀、念正法、念生前啊，所以我担心像这样的死法，我不知道下一辈子会沦落到哪一道。 会出生到什么地方？啊，这个佛陀就跟他讲了：“莫和南，你不必害怕，你死后会出生到好的地方，你不会沦落到三恶道去，也不会有不好的报应。这就像一棵大树，从幼苗的时候。” 他如果就倾向东方生长，继续长大的时候，还是一直朝着东方倾斜的生长。那么，如果是有人一斧子砍断了这棵树，那么这棵树，你觉得它会朝哪个方向倒下呢？呃，世尊。 那当然是朝东方倒下了，漠河南，你也一样，就像有人将装满酥油的瓶子丢进了深水池里，瓶子当然会沉入水底，但那瓶中的酥油终究会浮出水面一样，漠河南，你长久以来。 念佛陀，念正法，念生前死后。你即使身体被火化，了，或者你的身体被弃之于坟场，任由乌鸦、鹰鹫、野狗、土狼的啃食，风吹日晒雨淋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身体可能就化为。 灰尘了，但心灵，因为你是经过长期的熏陶所建立起坚固的信仰和你的戒行、文思、布施、智慧，它就会引领你的心事升华，向于安乐美好之处飞去。对于结果。 我们不要去执着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佛法的真谛。啊，佛陀就是告诉我们，要懂得啊，现象，那就是一个现象。啊，我们要明白，宇宙它是一个整体，这个宇宙它是非常的丰富的。 它蕴含着无量的生机。我们人今天肉身终究会坏，但是我们心灵的境界不会坏。我们从小做好人做好事，我们最后一定到好的地方去。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你从小往东面长，即使倒下了，它也是往东面倒。 我们修行就是要严格的把自己的菩提心给修出来，就是要把自己阿摩罗式的第九意识的佛性给找到，契合于我们八十田中的啊各个心念，这样你才能和佛啊合一。 这样的话，你才能拥有菩萨的智慧，永远不离开菩萨的佛道啊！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应该明白，我们人只要用心，只要好好的努力，一定会有啊这个超出的一天。佛不远人呐、啊！ 而人远佛呀，佛没有离开我们呐，只是我们人却离开了佛呀。佛菩萨天天让我们即心即佛，你的心像佛，佛就在你心上；你做的行为像佛，佛就在你的身上；你的语言像佛，佛就在你的口中。因为我们人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方向。 而自己不知道，所以而人就是远佛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找不到佛，所以学佛啊要见性，你不见性者，你不会相信佛陀；若见性者，视之为佛。所以，当我们理解佛法，我们认识了佛法之后。 我们才能信路，我们才能走出人间的红尘，进入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之道啊！好，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